Hello， 那这是啥吧？蓝莓。下面这一层叫什么？花青素吧？那叫什么来？反正是对眼睛好的。那过瘾的。喂你们一口，张嘴。天儿，我们今天头一天那么热，28度，都给我热懵了。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你们那30多度咋过。我5分钟能吃多少？不是，你上面。他们这层是不是叫花青素了？我的记性。大人啊，老人、孩子都可以多吃点蓝莓，对眼睛特别好。吃了半波的了。